面国际乐团演唱的《晚安台湾》，今年双十国庆四海同心晚会上也听得到。蔡总统第一次国庆活动走年轻化路线，四海同心晚会除了请灭火器董事长乐团表演，还会制作台湾第一 MV， 凸显各领域表现杰出的台湾人。为了让侨胞留在台湾久一点，侨委会更史无前例整理出94条台湾观光路线，供侨胞比较选择。我们台湾现在很需要更多的观光客的时候，是侨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光文化的这个大使。要把国庆活动办得漂亮，立委却踢爆今年侨胞回台人数不及以往。2008年马总统第一任双十国庆，侨胞回来8000多人；2012年返台侨胞有6000多，今年侨委会预估只有4000人，活动预算却高达2800万，比去年多了700万。什么样子的原因造成侨胞在今年的双十节不愿意回来参加，或者是回来参加的变少了？我觉得侨委会要去深切的检讨。今年因为年初的时候有投票，然后又有就职，那所以一般来讲侨胞呢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回来的会稍微少一点点。侨委会解释，今年回台侨胞不会比较少，希望把活动办得盛大热闹。蔡总统第一次国庆，侨胞捧不捧场？下个月10号见分晓。记者做不到。